下午的5:30，在圆山珍宴馆今天举办了 Hello Kitty 欢乐嘉年华的进口商品 ，Hello Kitty 的进口商品这边的纪念品一大堆，琳琅满目，都是有关于 Hello Kitty 的产品，来的人也非常多，在这边选购 Hello Kitty 的产品。你看这边有啊 Kitty 猫，这边有 Kitty 猫，啊这边有 Kitty 猫，有关于啊。 圣诞节的 Hello Kitty 的帽子，这边还有 Hello Kitty 的杯子，Hello Kitty 的杯子都非常，都不便宜。Hello Kitty 的杯子，Hello Kitty 的杯子每个要售价450，Hello Kitty 的杯子售价都要450，还有 Hello Kitty 的杯子的垫 ，Hello Kitty 的垫子，这边的售价。 垫子一个也要200块钱，啊，茶杯垫 Hello Kitty 的垫，茶杯垫啊，一个也要200块钱，大家这个 Hello Kitty 迷一看到 Hello Kitty 都开心死了，啊，欢乐嘉年华网购乐购商店，啊，圆山珍宴馆今天的活动，这边一直要连办了好几天，欢迎来这边来参观。